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片儿川皮儿脆。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爸说起来过，这个杭州有这个面啊。看清楚吗？片儿川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我很好奇。可以的可以的，不是很烫，帮你们尝了一下，不烫不烫，可以马上喝，再过一会儿就凉了。先喝口汤，咸淡刚刚好。吃口咸菜，感谢，谢谢大家。把这个面拌一拌啊。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本地的朋友啊？来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面的由来。因为我从一个上海人的视角看起来，这碗面就是上海人的个咸菜肉丝面，雪菜肉丝面了。然后只是不是肉丝，它是肉片嘛，然后加了点笋嘛。片儿川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说法？有没有说法？懂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来。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跟我科普一下？是半川，半川跟片儿川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咸菜肉丝面啊，对吧？从小一直吃的嘛，一个汤面一个拌面，我可以了解了解。字面意思了，感谢谢谢，欢迎来，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多人看我吃饭，欢迎大家。哦，真的好多人。你们好，你们好，你们是来看我吃面的吗？杭州还有什么美食啊？杭州美食来给我介绍一下。我知道有一道菜叫松鼠桂鱼，
最真实的就是下班之后来一碗宵，来点宵夜。其实我今天不该吃宵夜的，今天的饭一顿没落下，除了早饭以外，没有一顿落下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吧，西湖醋鱼蛮有名的。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吸面条，有点不好意思。西湖醋鱼不好吃吗？东坡肉拿到后面来。感谢，谢谢。放这个角度刚刚好，因为你们没有人知道我吃没有吃没吃完，我就算吃完了，哎，你们也不知道，我没吃完还有好多呢，感谢感谢。吃完没吃完，只是端起来喝一下，搞搞气氛。感谢，谢谢。再吃一口，我再吃一口，一口就吃一口。就一口，一口。好，吃完。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好会放哦，好会放歌哦。
车子后你也开心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好，就舒服。别忘记什么，从不对我说。欢迎大家，欢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谢谢，欢迎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我。你什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心疼过了多久。我怎么觉得这个唇膏已经凝固住了，到老了，不是，就是凝太硬了。刷完牙很对，喝呀，不影响，因为还没有要马上睡嘛。那个、刚那个刷牙只是饭后刷牙，饭后刷牙知道吗？为了避免食物就是在口腔内这个残留，跟睡前的刷牙是不一样的。这一幕多么熟悉，你一天刷几次，这个你别问，别问，这个先暂时先别管，好吧？感谢感谢。你的美，幸福的配备上，在我心脏上。是爱的重量，付出的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还欠你的我不能给。这风铃跟心动很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路过的爱情都太年轻，于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能不能一张真正秘密，这出去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能不能落雪地。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记得写背在肩上，和多年前一样，我
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线，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愿，爱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奔腾我脸，记忆里在微甜。我看见你的泪，轻刷着线，初恋是枕边手写的从前。谢谢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上下粉丝灯牌，谢谢。风需要竹林，溪流需要蜻蜓，山丘旁的离开需要片片浮萍。记得那年的雨季，回忆里的安静，哭过后的决定，是否还能尽兴？我傻傻等待，傻傻等春暖花开。大家谢谢，放下自己的歌，打歌了，打歌了。今天这么多人打一下歌了，来，各位朋友们，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我自己的歌，叫做《极光》。彩色的光洒在脸上，想听清你声。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可以听一下，这是我的歌啊，歌词是我写的。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 QQ 音乐听一下。像太阳风的速度，冲不破大气层的保护，形成那道美丽的光。像你，谢谢大家，谢谢。看见极光的那瞬间，你的影子就会出现，牵手漫步。好
大家喜欢，谢谢。确定我对你的爱恋不再有任何改变，为你彩色的光洒在脸上。谢谢，谢谢大家说好听，再给大家听一首。我屏住了呼吸，等一下，等我一下啊，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另外的歌。碰撞就像我遇见你，等一下我找一下。遇见你追不上太阳风的速啊，这首是刚刚演唱会的时候唱的第二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忘记这首歌的歌，那个曲也是我写的，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现实只剩下空气，还有房间里你曾停留。你拍了我好多的照片，发给我，我看看呢。你走得很彻底，却还留在梦里，连潜意识都在逼我诚实。我输给我自己，怎样才能不再想你？想你睡的人沉在有你的记忆，想问你是如何轻易就把我。好，副歌还没听完，刚想切歌，这副歌。你是否也在某刻偷偷把我想起？多生气被赶走的我，却有个赶不走的你，只能够和回忆相拥在原地。好，这首是赶不走的你，然后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下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就是另外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点燃我温暖你》？对，这首歌在里面那个，首先我有扮演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小六子，然后这首歌是小六子在剧里面唱的，叫做《你说你还不了》。这首歌也是，好，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跟我没关系，这首歌也是我唱的，希望大家喜欢。能有我做到这样就好，喝了酒你总会找我聊，说什么我对你很重要，然后边说边笑。对你的好你说还想戒掉，只是你在谁的身边撒娇，其实我知道，但爱我收不回也放不掉。噔噔噔噔，如果喜欢听的朋友可以去那个 QQ 音乐听一下，收藏一下这些歌。再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做《七月》，七月是我
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啊，就几年前，两三年前吧，对，十几岁的时候写的，给大家听一下。吉他弹一下，好吧。七月的雨下得平静，下进我的心，我的心习惯没有你的世界，不会再为谁而流泪，不会再与谁相依偎，只是在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哄自己入睡。
在笑我不我不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蝙蝠不能承受我一步出口的我不要再笑我不要再笑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上次成都站的演唱会有唱错了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喜欢的话下次还唱不知道几个黑夜可以吗？对你的思念生长蔓延，这颗心突然热烈，只是到迷津后知后觉，想要找一个答案能够把结局安排受伤过，无论做什么也都没有用，是我爱错。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剧啊，叫做不会恋爱的我们，什么呢？噔噔噔噔噔噔，可以和懂了一起吗？就是先错了再懂了，还是先懂了再错了，先懂再错就是有点属于明知故犯了了。没有，也有可能是懂错了，以为自己懂，误会误会误会，重新懂一次。你还不敢接受，这样先唱懂了然后再唱错了然后再唱一遍懂了，后面是真懂了。跟大家讲个好玩的，先放一下我另外一首歌啊，叫做懂了。上次成都那个在演唱会之前排练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唱错了这首歌，在排错了，然后就拿麦唱，唱到中间间奏的地方，有一段比较安静的时候，突然我怎么听到了懂了里面的一段和声，然后我也没管，我就唱，我在唱错了，但是那个 program 里面放懂了的和声，然后我当时我还没说，没有打断，我就继续唱，唱完之后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哎，这个是不是音乐总监的特别处理，就是他希望把懂了跟错了mix 在一起，那个给大家一个惊喜。然后
后来放音乐的老师说，等会儿你让我检查一下。然后检查完之后，他跟我说，他把懂了跟错了的名字看错了。他说这两首歌远看太像了。OK， 好好好。关键是他拍子什么全都卡进去哦，全都卡进去了，特别准。凭什么我不祝福他来接受我想给你的爱，没有错只有我退后，你们才能往前走。感谢，谢谢你们，谢谢。往东往西或是太恋旧，从前你常常笑我，直到的绝望角落，你卑微的脆弱，又不是他给不。来来，这样子，我们今天来纠集打歌一下，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我都没有发表过的歌。也是前两年写的，有一些朋友应该听过。前两年啊，重点是前两年写的。弹错弹错，不是 C 调的。多想知道爱的味道是酸甜是苦辣，等你来揭晓。
谢谢大家。对，前两年写的，还没有机会发表，没有重新做那个编曲什么的。嗯，大家知道好多我以前的歌啊，天哪，你们都是从哪里知道的？感谢感谢，你们从哪里知道这么些歌啊？啊，虽然这些歌的确没错，是我两三年前唱的，但是你们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没有，其实没有不想发表了，只是哦，嗯，有些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再重新编曲，你把它编曲，把它用很专业的，去很专业的棚把它录出来，有时候并不是那个味道，并不是它最原始的那个样子。其实我个人，坦白说，我蛮喜欢最早最早以前的那个七月的。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是后来做的，后来重新编曲，然后重新唱的。当然，那个时候也刚刚从音乐剧的演员转到歌手，不太懂要怎么录自己的单曲。那个时候唱歌的状态比较音乐剧，不太会唱流行歌，不太会唱自己的歌，尤其是自己的。所以《爱的味道》这首歌，觉得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录它，因为它是我在上高一的时候写的，高一，我很怕用现在的感觉唱出来，它就不是当初的那一首歌了。如果哪天我准备好了，我一定会去录，录出来，你们一定得听，一定得听，不管什么，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要听，知道吗？那就不要录了，好好好，好，不听是吧？手机快没电了，还有3%，12点多了，那我们再聊一下，聊一下就下播了，朋友们，
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感谢陪伴。谢谢你们。我给大家最后这个安眠曲一下好吧。不是安眠，不好意思，催眠曲。什么叫安眠曲？我的，嗯。睡着了。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当作我最后在